jungle. Audio Jungle. 娱乐圈13位女星素颜照曝光，杨幂皮肤操劳，舒淇见光死。她最近不得人。娱乐圈13位女星素颜照曝光，杨幂皮肤粗糙，舒淇是见光死。娱乐圈哪个女明星漂亮？当我们看完这些明星素颜照，你就会知道见光死果然名不虚传，相差太远了。王丽坤素颜照曝光，气质女神果然名不虚传，皮肤白皙，富有弹性，气色红润，确实是娱乐圈数一数二的美女。范冰冰是很多男粉丝心目中的女神，自拍素颜照看起来确实貌美如花，但是网友爆出 PS 美化过度，肤色太好也会被人怀疑悲哀。这美里阿娇这个素颜看起来比较接地气，但是底子还是不错，上妆前后基本差不多。杨幂素颜真实皮肤也不是很好，毛孔粗糙，皮肤前奏明显，大家发现没，佟丽娅算得上五官精致，但素颜皮肤写得有点暗淡无光，相差甚远。取影素颜和上妆对比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化妆师太厉害，进行变性人，素颜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个女孩子。李小璐辣妈的典型代表，素颜却老了好多。高圆圆一直是女神的她，素颜还是那么美。舒淇女神的自拍一向是喜欢放飞自我，网友就喜欢她的帅值，这素颜照真是见光死。刘涛保养的真心不错，不老女神依旧美丽。刘诗诗这张是真素颜照，笑起来更迷人。素颜现身 baby 眉，有了上妆后的气质，黑眼圈也很多，脸部看起来不太和谐，相差甚远。小编想说，别以为明星就一定很漂亮，大部分都是见光死。这里你更喜欢哪位明星的素颜照？